江湖病房住了73天，那普通病房总共住了111天才出院。那这个期间，觉得是清创肢体这样的痛苦，他又要增加2次剖开肚子，把小肠给取出，要喝水都不行，都只能妈我要喝水。那护理师可以喝吗？他说5cc，就大概递个5滴给他。总共就从627发生尘爆以来，他总共73天，就是营养针左边打一打，右边打一打，就一直打，换过来换过去。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强，可以熬过来。那感谢就是大家的祝福，就是大家的关心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一路这样子过来。而且儿子那么坚强，也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双和医院的医护人员，我们也特别感谢他们，他们真的是全力真的在救，真的是感恩这个社会，我们得到很多，而且满满的爱，谢谢大家。人生疾苦啊，真的是苦难偏多哦，而且呢无常，刹那之间，那突然间的发生，我想现在在座的孩子们啊，或是父母们啊，应该呢感受很深。当然慈济人啊，这样的这一段时间陪伴过来呢，人人呢也都是啊心同感受哈。那连我呢也是赶快呐，我也是从刹那间的发生，同样呢跟大家同在，虽然没有办法一一去到医院关怀，可是呢我天天都有信息，天天呢都知道在所有的孩子们的情况哈，也很感恩全球慈济人呢都是就地呢遥远的祝福。那台湾呢也是一样啊，各个地方呢都是呢用虔诚的心在祝福。因为这一次我感受到大家对我满满的爱，我因为这次受伤，我觉得虽然我们失去了很多，虽然我失去了我原本的外貌，也失去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还有我完整的皮肤，但因为这一次我得到了更多，我学习到了原来大家都对我那种的那种爱。然后我以前我也是那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，但是因为这一次我才体会到那种就是很多的那种爱一直陪伴着我们。再怎么样呢，在孩子的身上真的是苦不堪，不过呢能看到孩子一个个的那就是恢复了。那恢复虽然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这是过程，可是呢想到了那一段呢血淋淋的痛，那现在呢还可以出来走动，在家里呢行动，这样的羊呢就是还要更坚强，忍耐过去，走过了这一条路呢，应该对人世间啊这种的无常疾苦呢会感受会更贴切，感受会更深哦。那相信呢世间充满了温暖，也充满了爱。各位孩子们留下来的这样的生命，你要帮助人的机会很多，应该呢要去做更多事哦。所以呢不要为自己的身体的伤啊，皮肤上的创伤啊，或者是将来有留的疤痕啊，就心里呢挂碍在自己的身体，可要知道这种
人生难以聊生的人，痛苦的人是很多，自己身上的伤疤那算什么呢？这都是过去了。所以你可以呢，就是心里心美呢，你的全身都是美，你的心美呢，全世界都是美。所以你要有做一个生命对人类有价值的人，这呢就是最美好的人生。人不会去看你的伤痕，在经过了这一波伤痕的，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你可以站起来，还会呢跟大家呢更尊重，而且你还会发挥呢你生命中你的生命为别人的贵人，那人家呢会更尊重。这都是用生命来教育天下的长生，救度呢苦难人。所以你们的生命价值很高哦，不要呢轻视你生命的任何一天，所以要忍耐过这一段时间，康复起来，总是呢生命大有用处，要记得哦，知道吗，孩子们？知道哈、哦？那也听到了伯伟啊，他父母亲也说啊，四只剩下一只的这一手也有受损呐、啊，哈、哦。我的孩子黄伯伟，日后他可能没办法像大家这么辛苦的所谓的做这个复健，但你们的复健会带给你们日后的一个所谓的新的人生。因为伯伟他的四肢已经截了三指，甚至另外一只手指头已经因为这只伤害者，另外一只手指头也没有所有的功能。所以希望大家听到这个讯息，想到他的时候，来给你们自己未来的路继续的所谓的挺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伯伟到现阶段还很坚强，还在拼。乐观其实很难改。刚刚我也是勉励他，你要乐观起来啊，让他心里呢也可以。不会有父母亲的啊，为他的这样的烦恼哈、烦恼啦哈等等呢，这就会让他压力更大。所以各位年轻人，你不要看你父母亲哈、哎，天天笑笑的对你，其实呢，你的身体的都是父母心灵的一个很大的关怀。这个病痛让我身心灵都受伤了，但是我发现爸爸妈妈和家人身心灵也受伤了，我要面对的他们也要面对，我承受的他们也跟着承受。我受伤时候妈妈的照顾，我受伤了妈妈顶的是她受伤的腰，她常常跟我说你活着就是因为你还有使命在，你现在受了多少的祝福，你就要用多少的祝福去回报给大家。然后你们的祝福，你们的无心的，就算那一句话在我们心中，就像一只一只的萤火，就像它就是引导着我们未来的道路。父母亲呢？给孩子所看的是以乐观来面对孩子，其实任何一个父母呢，心还是呢很挂在孩子的身上。现在回过头来，要换孩子呢乐观给父母亲看，让父母亲心里不要有压力，这都是亲子之情啦。
父母亲对孩子的爱。那孩子呢，经过了这一段时间，了解父母亲那一份的心痛，现在应该还要再回馈父母，你要很乐观，很坚强的好好的复健好。我也相信呢，博伟呢，将来只要他心理健康呢，四肢的弥补呢不困难，这都是要一念心。所以还是呢，大家身心要健康，身体要复健，心理呢要训练好，我们要有健康的心理，安父母亲的心，同时呢，将来康复了，就可以做很多人的生命中的贵人。这是我今天呢对大家的祝福。